呢位同修问嘅一个问题，佢话在家男众若犯奸淫，又唔愿悔改，鬼迷心窍而至今堕落，果报将会点样？应点样劝化？呢个问题系果报。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多读一下自然就知道了。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果报之可报，自然就唔敢动呢种念头，唔单止系行为，念头都唔会有。第二个问题，末学新婚意月之际，特遭丈夫遗弃之巨大变故，恳请导师开示。点样面对此薄情寡义之人？佢自知犯错，但死唔悔改，点样劝化佢？呢种事情喺而家嘅社会里面，我哋时时听到。佢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。我时时讲的。家庭是社会的基层组织。社会好像一个人身这样，家庭是这个身上的细胞。我们的身体如果好多细胞发生咗问题啦，现代人讲得皮肤癌啊，咁系会攞命嘅。而家社会动乱，人心不安，真正嘅因素喺边度呢？在家庭的破碎度，我们看看这个社会离婚率这么高，就知道这个社会问题非常严重。这种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。而家嘅婚姻制度同古时候唔同，古时候系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哋睇下古代嘅婚姻制度，古代嘅家庭确实比而家好。现代人反对古时候呢种方法。这种制度，所以自由恋爱，自由恋爱的后果同古时候比较下差太远了。古时候没有听到话离婚的，这种事情太少太少了。所以身修家齐，以后各自。我哋要冷静咁谂下，边一个做父母嘅唔爱仔女？边一个做父母嘅唔为仔女嘅终生幸福
着想。佢同你揀对象，费煞苦心啦。佢为你一生幸福，老人经验总比年轻人丰富。佢是用理智来选择，不是感情冲动。自由恋爱是感情冲动，里头没有理智的。我们在美国还听过，朝早结婚，夜晚就离婚了，成何体统啊。咁系咩呢？系感情冲动，毫无理智。所以喺现代呢种自由嘅婚姻制度之下，男女结合一定要慎重。有智慧嘅年轻人往往做朋友做过三年五载，甚至有十年的，然后先结婚。这么长时间的交往观察，两个人能不能够一生相处在一起？呢件唔系草率嘅事情，我对呢种情形喺讲经嘅时候讲过几次，唔单止要对自己家庭负责任，传宗接代，培养优秀嘅底下一代，对社会。对国家、对世界和平都要负起巨大的责任。那为什么婚后会有这些不幸的问题发生呢？我亦时时提醒大家，婚前的时候彼此都能包容，就好像祖师所讲的，不见世间过，看不到对方的过失。结婚之后一日到黑专看对方的过失，这种日子还过得下去吗？点先能够维系美好嘅家庭呢？一家人都能见对方嘅优点，对方嘅好处，对方嘅唔善都能够包容，这个家庭系幸福嘅。规过劝善，没有第三人在场，出自真情善意。诚能感人，知诚感通，古人所讲的精情所至，金石为开。感动不到对方，是我们的真情不够。能以真情心，绝对能够感动对方。是真情的，是至善的，是对对方有利益的，
而唔系有损害嘅。边有唔接受嘅道理噶？我哋如果遇到咁嘅人嚟对待我，我一定会接受。总而言之，要多学啊，要开智慧，懂得善巧方便，这个问题自然就能够化解了。这位同修问：人之初，非到人间，点样往生？灵性喺边度？这个问题问得好大啊！我介绍一本书俾你睇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，里面世尊讲到呢个问题，讲呢个世界从边度嚟嘅，生命从边度嚟嘅，点样会演变成十法界依正庄严。《楞严经》度有好详细嘅解释，你可以去睇下。下面呢个问题都系用电子邮件传过嚟嘅，呢一位好似系新加坡嘅，佢话我系一位初学嘅佛教徒，我希望通过修学佛法，令自己成为更好嘅人。身为一位在家人，有两件事我哋希望能得到嘅，或者话喺我哋目前嘅生活系非常重要嘅，家庭同事业，但系并非每个人都有一个快乐嘅家庭，或者系一份好嘅工作。有啲人经常喺屋企度嘈交。有啲人嫁唔到好嘅先生，或者娶唔到好太太，有啲人不停咁喺度换工作等等。法师，请你话俾我听，乜嘢因果先会有一个好家庭同一份好工作？乜嘢系我哋应该要做嘅？乜嘢系我哋唔应该做嘅？佢呢个问题问得好好。其实呢啲问题全部喺《了凡四训》度。我哋熟读《了凡四训》，呢啲问题就可以解决啦。《安士全书》里面亦讲得好透彻，大概重点亦系家庭同事业。一个美满嘅家庭建立喺边度呢？儒家教人建立喺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、修身。你的家庭一定美满，你的事业一定顺利。由此可知，教育是几咁重要的呢？讲到这件事情，我们有无限的感慨。
我亦时时讲，社会嘅安定繁荣、国家嘅强盛、世界嘅和平，系建立喺四个教育基础上。第一个，家庭教育，伦理道德嘅教育；第二个，学校教育，人民嘅教育。而家学校冇咗人民教育啦，家庭教育佢系根本，父母为仔女做好榜样，细路仔双眼一睁开，佢学乜嘢呢？佢日日睇到嘅系屋企里面嘅父母，父母嘅表现深深印喺佢个心度。父母嘅言行举止，一切如理如法，这个细路耳濡目染，培养佢德行嘅基础。咁嘅细路放喺最恶劣嘅环境里面，佢亦唔会学坏。点解呢？根扎得深。本固根深。但係而家家庭教育冇咗。夫妻两个都要去翻工。仔女喺屋企度冇人照顾。有钱嘅人呢，请个工人嚟照顾细路。细路跟边个学习呢？跟嗰啲工人学习。时间耐咗啦，对父母冇感情。所以仔女唔听父母话，学生唔听老师话，社会教育而家大家所见所闻嘅都知道啦，唔使讲啦。电视节目播嘅系乜嘢？报纸杂志嘅内容系乜嘢？伦理道德完全冇咗。最后宗教教育，宗教教育亦只有形式。表面上嗰啲仪规，难怪社会一般人对宗教嘅批评，宗教都系迷信嘅。宗教的经典没人讲解，没人去理他，就算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，日日读经修行，亦没办法将经典上的教训完全做到。以佛法嚟讲，我哋唔好讲其他㗎喇，大经大论唔使讲啦。最起码嘅、最基本嘅十善业道经，我哋有冇认真去学过？日常生活之中起心动念，我哋仔细去諗下，同十恶业相应，定系同十善业相应？真嘅能断恶修善，咁就系随顺佛陀教诲，仍然仲随顺自己嘅恶习气，
咁叫咩呢？背思叛道啊！我哋系如来假弟子，唔系真嘅学生。一个人真嘅能够积德修善，自然就感得家庭和好，工作顺利，你嘅前途系一片光明嘅。呢一位韩同学，佢叫韩丽兰，我介绍你《了凡四训》《安世全书》，你将呢两本书好好咁去读、去研究、依教奉行，绝对可以改造你自己嘅命运。下面佢又话：以我自己嚟讲，我嘅感情生活比较不幸，我一直得唔到异性嘅注意，直到而家我已经25岁啦。我并唔认为我嘅样貌或者系我对人嘅态度有乜嘢唔妥，但佢哋唔系唔多喜欢同讲太多嘅嘢，或者认为咁系理所当然嘅。例如不断咁要我要啲嘢，要我帮手。我谂我到底前世做咗啲咩坏事，令我得到咁嘅待遇？请俾啲忠告我。因为我最近感到非常颓丧，当我了解我嘅前男同学只将我当成候补者，当佢需要帮手或需要一个听众时，佢会喺任何时间同我联系，就算午夜12点。但当我需要佢帮助时，佢唔想回答我或者延迟行动，令我觉得我系咪前世争佢嘅，而今生我必须要咁嚟回报佢。你唔使颓丧，你好好咁去读《了凡四训》，读《安世全书》呢两部书，我哋正宗学会都有，多啲去读下啦。呢度有一位同学问嘅两个问题，佢话：请问老法师，我梦见两次，而家在世嘅亲人，去世啦，咁样系咪对在生嘅亲人唔好？请开示，唔好将佢摆喺心度。有两次梦到同样嘅事情，呢种情形并唔多。你对你嘅亲人应该要帮佢念佛，帮佢认识佛教，认识净土。这个世界好多人都知道是一个动乱不安的世界，
生死呢个问题要睇得淡，唔好睇得好重，唔好怕死，所以对生死绝对冇畏惧嘅心。要知道死咗之后会去边度，呢个系一个好严肃嘅问题，亦系非常重要嘅问题，喺佛家称为生死大事。这个世间非常苦短，我哋点样修来生？积极咁去修来生，同时咁亦就改变呢一生。喺《了凡四训》里面，了凡先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。他改造得好成功啊。有心人应该要发心来效法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我母亲逝世前住院第一日，我在他的病房前做了个梦，而且很清楚，梦见一个和四大天王一样的人双手托走了。我母亲第三日就逝世了，如果你梦到是天王将他接走了，那就是你母亲升天了。先会有这种梦境，这个时间是这么短的，也很有可能。上天依旧是在六道，所以做仔女的，做晚辈的，应该好好地读经念佛，为他回向。这种回向是有意义的，增长他的天福，所以这是应该要做的。这位同修问的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问点先得禅定，在念佛堂道念佛会不会得禅定？如果不会，点先会得到？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禅定，要将禅定的定义搞清楚搞明白，不可以产生误会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为我们解释，禅是外不着相，外不着相叫做禅，
内不动心叫做定，亦可以做坐禅啊嘛。内不动心叫做坐，坐就是定。我哋知道六祖大师喺黄梅参学，佢系从金刚波耶悟入嘅。佢呢种讲法亦系从《金刚经》到嚟嘅，《金刚经》嘅后面，世尊教须菩提。闻法利生必须具备的条件，就是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，如如不动就是内不动心。所以六祖的讲法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这两句话。这两句话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内不起是非人我之见，不生贪嗔痴慢疑之想，咁叫定。外呢，唔受外面境界嗰啲五欲六尘境界嘅诱惑，咁叫禅。所以你要懂得禅定真正嘅意义，然后先知道佛法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修禅的。佛法修行的总纲领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戒定为三学，禅定是属于定学，是佛家修行的枢纽。八万四千法门是讲修禅定的方法不同，手段不同，论方法手段无量无边，不止八万四千。任何一个法门都能成就禅定，都能够帮助你内不动心，外不着相。所以念佛堂当然可以成就禅定，不单止成就禅定，而且成就好深的禅定。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面赞叹念佛法门为无上心妙禅。无上心妙禅是什么呢？就是正宗所讲的功夫成片，是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亦叫做念佛三昧。我哋明白呢个事实真相，对修学就不至于疑惑啦。依照经典嘅理论方法去修学，绝对会得成就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万法为识，于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心所现，为识所变，当中为识有什么不同？没有不同。万法为识，这个万法是指十法界依正庄严，
十法界依正庄严，确确实实是唯识所变的。要知道识是什么呢？色的体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华严经度讲的为心所现。那一个心是心性，在佛法里面亦叫佛性，亦叫真性，亦叫真如，亦叫本性，名词太多了。咁佛讲一件事情，点解要讲咁多名相呢？系佛陀教学嘅善巧，目的系教我哋唔好执着，唔好分别，唔好执着。只要讲同一种意思就得啦，无论点样讲都得。破我哋嘅妄想分别执着啦，容易喺呢度啊！色系心起作用，咁由此可知，唔起作用嘅时候，我哋称佢做性；起作用，我哋称佢做色。心同色是一，不是二啊！我哋将它分成两件事，那就错了，你就不得其门而入了。大乘佛法里头常讲，入不二法门。不二法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，什么境界呢？叫一真法界。你就入一真啦。如果仲有心，仲有色，心唔系色，色唔系心，你仲系二，二你就入唔到一真法界啦。咩时候真正懂得心同色系一唔系二，你先至入不二法门。一位同修问的是，请问怎样解释基因现象？它是不是跟因果轮回说相矛盾？跟因果轮回说不矛盾。如果相矛盾，因果轮回说就唔系真理啦。基因现象系一啲众生喺度恶作剧，呢种恶作剧产生嘅后遗症非常可怕，可怕到咩程度呢？恐怕将人都搞到三恶道了。如果科技走向这种趋势，真的很多宗教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必定会现前。这种是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，它并不妨害因果轮回。因果轮回的事同理，它都没办法动摇，但是它破坏自然的法则，破坏自然的法则，那部必定在三途，三途里面
好有可能是地狱那部，不会是饿鬼畜生。这件不是一件好事，凡是遂信之言，我们常说是最健康的。遂信大自然是最健康的。你看中国古时候说饮食起居，我们住的那间屋，大家都知道住的屋我们很重视风水。风水是什么呢？自然环境。你间屋应该怎样起，门开在哪边，窗口开在哪边，向哪个方向，同你附近的地形要互相配合，配合得越自然越好。在饮食方面呢，中国古人好讲究，食的东西一定要当地的，食的东西一定要当地的，本地的，土生土长，而且是当季所生的。各位看下《礼记》的月令，十二个月教你哪一个月吃哪些东西。为什么呢？最随顺自然是最养人的。现代人不懂这些道理，要吃外国嘢，不是当地生长的，亦不是那个季节的，吃得算不错了，味道好好，但是吃出一身病来。所以得到奇奇怪怪的病，不知道随顺自然。基因是180度违反自然法则的。违反自然法则就是最不健康的做法。这种是很危险的做法。这位同修他问的，我有一位亲属去大陆旅游时，偶然碰到一位练法轮功的人，因为谈得埋，对方竟然要我的亲属跟他练法轮功，还说他本人修炼得好好，还说法轮功的创始人是佛中最高位的一位化身佛祖，变化的一个化身，是真的，是在做工中看到的。我的亲属很相信，但是我很想问下法师，这种事情会不会是真的？冇可能是真的，绝对不是真的。在佛法里面，自古以来有一种惯例，他是什么佛、什么菩萨化身来的，这个信息一泄露，他就往生了，那就是真的。他这个信息泄露出去，他还不走了，那就是假的，那是骗人的，妖言惑众。你看在中国历史上记载得好多，永明延寿大师阿弥陀佛化身来的，怎会知道的呢？传记里头记载得好清楚，当时前流王斋僧，他发心打斋，打千僧斋，供养一千个出家人。这种佛家叫无遮大会了。当然这个大会里面亦有首席的嘛。首席一定是
德高望重的长老去坐的。那些长老在这里互相推让，大家都不肯坐，让来让去。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和尚，着得破破烂烂，亦没人识他。他看到大家都在推让，他就在当中一坐，坐了下去，然后大家先跟着坐低。国王当然亦不好意思来说他啦。到大会完了之后，共斋完了之后，国王就请教永明大师，今日我共斋有没有圣贤僧来应供？有圣贤来应供，他的福就大了。永明大师说有，今日定光古佛来应供。哦，他听到非常欢喜，哪一位是定光古佛？坐在上面那个和尚就是啦。咁先知道啊，这个和尚冇人知道他的名字，耳仔好大，所以叫他做大耳仔和尚。于是就派人到处去打听，去跟踪，将他找到了。他住在一个山窿度，找到之后大家都知道他是定光古佛再来。那些找到他的人当然恭恭敬敬，完全不一样，佛来的噃，仲得了的，恭恭敬敬向他礼拜，请他去皇宫度供养。他讲了一句话，弥陀饶恕。这一句话讲完之后，他就走了，就死了。他的人回去将这件事传达，说大耳仔和尚我们找到了，他走了。他讲了什么话？弥陀饶恕。那个皇帝一听弥陀饶恕，知道了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将这个消息透露出来，他才知道啊，欢喜到不得了，跟永明日日在一起，知道是阿弥陀佛化身来的，快点去见他，见永明大师。还未出门，外面来报信的那个人跟皇帝两个人撞头，几乎撞到跌低。皇帝问他什么事这么慌张啊，报告皇帝，永明延寿大师圆寂了。咁就係真㗎，讲完仲唔走，假㗎喇。佢如果话佢係乜嘢古佛再来，比一切佛都高，讲完马上就往生，真㗎。讲完仲唔走，假㗎。你哋睇下弥勒佛、弥勒菩萨，我哋而家睇到嗰个大肚腩满面笑容嘅布袋和尚，宋朝南宋时代同岳飞同时代，浙江奉化人。他在临走的时候告诉大家，他是弥勒菩萨再来。讲完他就走了，那是真的。最后将他的身份暴露，他就走了。如果身份暴露唔走，就係妖魔鬼怪啦，唔係佛菩萨啦。自古以嚟几千年嚟，呢种例子太多啦，讲出嚟就走。好似风干、寒山、拾得都係非常出名嘅，身份一暴露就走。绝对冇话暴露身份仲住喺世间嘅道理。呢度有一个问题，佢话母亲已经去世啦，佢信主，我信佛，我可唔可以每日念佛回向俾佢，劝佢念佛，可唔可以？
可以，佢信主就是天主教徒，可以，你念佛回向俾佢，亦可以祝福佢喺主上帝嗰个地方，时时听佛菩萨讲经说法，上帝时时请佛陀、请菩萨喺天宫度说法。后面一个问题啊，作为一位年轻嘅女居士，未来嘅路应该点样行，先能够确实利益当今社会众生？一种是选择好似许哲居士咁样做终生老实念佛嘅榜样，另外选择终身讲经弘法利生，两种应该点样抉择？但是我担心好似法师咁嚟教导我哋，究竟有几个人肯听，听到肯照做并且往生，或者我做呢种榜样更加好。好好，你嘅愿心好好，好难得。许哲居士是一生着重在慈善事业，一生帮助老人，帮助病人，帮助穷苦的人，不单止在精神物质上帮助他，而且他亦劝他们信仰宗教，依照宗教的方法来修学。以前他是天主教的修女，我们都知道他亦度不少人，晚年时时看佛经，亦发心皈依了。我相信现在他每日接触的人一定是劝人念佛，跟他一样发心学讲经，亦是好事。现在比从前应该容易啲，从前女仔不是几方便，现在女居士讲经的亦好多，真正发心全心全力来做弘法利生的事情，都是为在家同修做一个好榜样。好，今日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